最初的诞生和最后的死亡一样，都是人生的必然。当未来的某一天，生命被我们挽救，这是我们遵循了你们的教诲，始终不放弃对生命的希望。这学的这太邪了，虚伪无聊。有事吗？说话有事吗？有，是不是男人啊？反正不敢当出来求助，不像你啊。我受够了。这样才行，白露，打够没有？打啊！空军女孩来嘴巴甜的，他们能把人化了。够了！我突然被二奶了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！我要用尽我的万种风情，让他在将来不和我在一起的任何时候，内心都无法安宁。停车！